就下摆脱负担，换装秘密两年最多省3300，120枚每月888，还加赠换装金2000元哦，比比较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丽如，欢迎收看3月24号的中嘉新北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永和区秀朗里每个月都会来固定举办共餐之外，为了服务更多的里民，还特别邀请了永和区的卫生所来为里民做健康检查，另外还结合了有化妆专才的里民以及日照中心的宣传，一起将活动办得多元又丰富。秀朗里里办公处前不时有里民来健康检查，结合了永和区卫生所的资源，服务项目包括了针对女性的乳房摄影以及口腔、大肠、直肠癌的筛检。最特别的是，里长还邀请了具有长才的里民一起来办活动。其实不止健康检查啦，还有日照中心啦，也有那个就是梅林凯的那个美容师也来帮大家服务。最重要是我们秀朗里的从来没有自己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我觉得最欣慰的，但是最重要我们以后会常常办，我们希望跟我们的那个新北市政府可以就是衔接上，就是可以这样常常办这样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素霞阿姨办这个活动啊，真的还不错。那以前都没有参加过，那这次来这边，觉得说可以让这些叔叔阿姨、阿公阿嬷啊，可以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更进一步的掌握，然后可以增进他们对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里长还特别使用了广播系统，希望里民别忘了今天的免费健检活动。许多里民相当开心，自己所住的秀朗里活动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认识自己周遭的邻居了。藉由这样的健检，也让长辈能够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防患于未然。中嘉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换装秘密两年最多省3300，120枚每月888，还加赠换装金2000元哦，比较好。